Zhou-san, would you please to answer it? Zhou-san! 可乐，你大爷！老师教你呢。你穿的是什么？当女人越当越快乐，苏菲的变身，苏菲变，苏菲玩意儿。这就是18岁的我和我们，青春的一塌糊涂，感觉冲撞整个世界的我们。嘘，上课呢，青春的课没有复读。以为你开飞机呢，可乐。哎，你那跑车呢？兰博呢？老大，你是不知道，最近这油又涨价了。你说这车是我家最省油的车了，别的车没法开。哎，啊，这车俗啊，真俗。行，我俗行了吧？去哪儿啊？是去你爸家啊，还是去你妈家？再不然去你姥家。嗯，去我妈家吧。去你妈家。走起来。谁呀？都这么晚了。我去给你铺床去。哥。哎，哥给你带薯片了。早点睡。还是哥好。哇。你也早点睡吧。快睡吧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多好啊！为什么你总是用多美啊、多好啊、真好啊这样的词来形容一切？因为我心存美好。晚安。我也睡了。就赚这么点钱，你想要个面子？你长要面子的本事了吗？每个周末的早上，我几乎都是在我妈这种与钱有关的唠叨中醒来的。睁开眼的第一眼，看到的准是继父在用那只掉了漆的大茶缸子喝着酒，看着我妈那只上下翁动的、涂着廉价唇膏的嘴唇，我就觉得什么样的日子，都能让这张嘴给唠叨穷了。每次从我妈家来到我爸家，我就像在贫穷与富有两个世界之间穿梭。和我那一言不发的后爸相比，我这后妈的热情，总让我想起宾馆门口那四个字：宾至如归。小尚来了，来来来，进来坐。呀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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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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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你呀，别整天想着买这个买那，多用点心思学习，学习成绩不好，毕业以后怎么办？爸爸过来陪我玩。好好。来，这个这么借啊。来，吃草莓。哎，对对对，吃草莓，好吧？我不吃。哎，听话，要吃，来来来，吃药。 哇，要吃草莓很酸的，这个草莓很甜很甜的。哎，我走了。来吧来吧。哎，这草莓很甜很甜的。耶，听话啊，耶，听话啊。哎，小尚，小尚，吃了晚饭再走呗。 不用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吃药。听话，这草莓很甜很甜的。耶。最近别着凉水啊。谢谢，我自己来。妈，就再给我点呗。好好好，那妈今天就带那么多钱都给你了。嗯，谢谢妈。 朱安琪，朱安琪，你认识他？他是我同学。来，安琪，聊什么呢？不开心？没什么呀。 在说什么？安琪怀孕呢？啊！王小雨说的，王小雨说的。安琪，安琪，绝对的。 我亲眼所见，但绝对错不了。所以说呀，现在的那些校草校花，都不行。王宇，小老婆蛇，有意思吗？不行。哎，有意思呀。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这不会是你的吧？ 我去！我没了！今天我让你教，当心！让你教，我让你教，我就能教老师，救命！让你教！救命！我还说别跑！鉴于周尚同学在校表现一贯松散，学习成绩也处于下游。 去年因为打架，已经被记过处分一次。这次的打架情节更加恶劣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还是希望周尚同学自动退学。我不在学校了，照顾好安琪。放心吧，有我们在，没人敢碰他。
我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也从来没喜欢过学校这个地方。可突然间被退学了，我18岁自认为无坚不摧的心脏还是抖了几下。熟悉的上课铃声响了，同学们急步跑向教室去上课，而我在和我的学生时代行告别礼。怎么回事？你跟钟爱琪是怎么回事？我退学跟他没关系。可人家校长说，他是跟你。我最后跟您说一遍，我打架跟他有关系，可我跟他没关系，我们是哥们儿，哥们儿。你喊什么喊？你还是有道理是吧？你现在被学校开除了，你总不能叫我养你一辈子吧？停，周济南，我用不着你养我一辈子。以后我也不会要你的一分钱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就管好你的小老婆和小儿子吧。今天发生了很多事儿，我又打架了，被学校开除了，安琪也打了一个外国男人一巴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青春里总会发生一些事的，能承受的叫经历，不能承受的叫青春的代价。大河向东流，哥，我去开车，我送你回去。瞧你这德行！你不行了。谁说我不想？我没事儿。没事。走，送你回家。周深。我们开房去吧。你是因为我才被学校开除的。
我不想让你白受这一冤。是哥们儿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冤家呀？周继南，你要是在孩子身上多花点心思教育他，他至于退学吗？你的心里就只有你家那个小兔崽子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孩子变成这个样子，难道全是我的责任？你这个当妈的干什么了？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你们俩都没责任，都是我自己不争气，我自己不争气。你怎么这样对父母亲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们觉得特别有资格教育我是不是？把我生下来就有资格教育我？你们离婚，离得好，离得妙，一人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又在哪儿？你们左一个团圆，右一个团圆的时候，你们谁想过我？我整个就一多余。老大。喂，可乐，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喂，老大，啊，刚才上课呢，没接你电话，一会儿又要考试了，先挂了啊。哎，哎，王小雨，王小雨，我救命！警方局叔叔，救命！快点，快点，救命啊！警方局叔叔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是警方局叔叔，救命！我警方局叔叔，救命！救命啊！警方局叔叔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切！叔叔，叔叔，他啊！什么人呢？哎，够！小伙子身手不错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再来！敢填个表吗？去当兵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当上的，真晕。我心目中真正的男人都是在军营里，加油。如果明天大夫允许，我就去送你，会拿一把和你一样的七色小雨伞。我好想看看你穿军装的样子。可乐，伞。真的要走了，我儿子真的要走了，儿子。妈，你别哭了，我还请假回来呢。啊，要听话啊，二宝，快抱抱哥哥，哥哥要走了。二宝乖啊，让哥亲一个。
好了，陆陆的新兵全连列过来集合。来，动作快点。儿子，啊，有事给爸打电话，到了部队一定要听领导话，千万不要惹事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快点。向右靠，站。 下接杆，敌列，报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站，来，向右转，起步，走。你来了吗？我怎么看不到你？ 即将前往泸州1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县城，一个叫做军营的地方，去上那里专门锤炼男人。 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姚想，我来自东北，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们的班长了。这就是我的老班长姚想，希望咱们来自东北农村的一级士官，把咱们二班建设成为一个听说他有一个大杂烩的烟盒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有战士给他点烟，他就往他的大烟盒里放。大家鼓掌。他又不抽烟，这事儿我就不明白了。向右看齐。 大家看，上去，立正，上去，讲两句。 请稍息，同志们，新兵训练很辛苦啊，但是下了连队也不轻松啊。其实没什么可说的，就两个字：训练。训练。 穆雪，已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。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要急死了！你要是再不回短信，我就回去找你，周胜。 你不怕被闷死啊你？哎，班长，
我习惯蒙着脑袋睡，这不小时候养成的习惯。喂，穆雪，是你吗？周少，你给我拿来！你说话呀！我不是李穆雪，我表姐她要不行了，她在抢救，她要死了。拿来！你把手机给我！你把手机给我！你敢私藏手机？你把手机给我！手机我没收了，我交给连长。所有人睡觉。住手！住手！你不把手机给我！住手！你把凳子放下！你干嘛呀？住手！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班长呢？你们班长呢？报告连长，说，都哪跑了？跑！放开我！老子不干吗？怎么着？我要走。不行。不行也要走。连长，我只想看他一眼，看他一眼。他只有十八岁，十八岁啊！他就要死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让我看他一眼，连长，李慕雪，来短信了。周上，这几天我去做了一次旅行，我去亲叩天堂的门，上帝又把我退回来了。这次的奇异之旅让我更加明白了两个字，珍惜。如果你在图书馆遇到了他，我感谢每个用过他的人又把他送回去。如果你能看到这行字，我感谢你的细心。如果你发现我的 QQ 还亮着，我感谢我还活着。你为什么在伞里留下那些字呢？你的头像会亮起来吗？雨伞是我留下的，谢谢你的细心，看到了我留的字。谢谢这个世界，我还活着。你为什么把这么漂亮的伞留在图书馆里当便民伞？我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感谢我还活着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能告诉我吗？因为我得了一种病，白血病。我能给你打电话吗？
我叫周尚。我叫李慕雪。我得下了。最后告诉你，你是用过我这把伞的人中唯一一个看到我留的字的。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可我就希望他能好，像我一样健康。可他就要死了，我们都只有18岁，18岁，他还没上过大学，没在 KTV 里唱过歌，没看过 3D 电影，也没谈过恋爱。就要死了，生命怎么能那么短暂，这么脆弱？我不理解，我也不接受，你明白吗，连长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。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要从我生活里消失了，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，可他也从来没离开过我。这是你的初恋。不知道，我也说不清楚。连长，周尚，作为男人，我能够理解你。但是作为军人，我不能原谅你。一排二班战士周尚私藏手机，后又未经请假擅自离队，现在予以口头警告处分一次，关禁闭3天，每天5公里负重越野一次，俯卧撑1000，仰卧起坐1000。枪要天天擦，刀要天天磨，当兵习武咱为也为什么？啊，看看呢。哎，你看那里面的不是姚大婶吗？哈，还真是他。边上那个是团部管转业分配的于参谋，我见过他。这是拍马屁呢吧？这肯定是于参谋在给姚想介绍对象呢。走吧，看看吧，看看多新鲜。向右看齐，齐哈，1、2、3，刷起，1、2、3，向右看齐，1、2、3，齐哈，走，没队友，
刷洗。立正。刷洗。等久了吧？没有，我也刚来。那我带你去海边看看。好啊，走。哎呀，都睡了啊，都睡了。哎呀，美梦就来了。班长做梦娶媳妇呢。你班长的媳妇儿啊，不在梦里啊，在城里呢。睡觉。啊，这景色真漂亮。来。复原了，我带你回老家，那比这更美。姚翔，有你电话，赶紧起来。啊，谁呀？二叔，二叔。哎。二叔，你快回来吧！爸爸没有腿了，爷爷死了。二叔，家里没有吃的，我饿。二叔，班长，你就打算让在门口这么一直站下去？我不能害他。班长让我告诉你，他不会来了。不，你告诉他，我会一直在这等他。
班长，班长，幻视变更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姚想和小学老师连手都没牵过，就分手了。可如果这一刻，谁和我说他们这不是爱情，我会想揍他。高大爷，高大爷，我是钟小军呢。哦，小军你来了。哎，哎呦，大爷别动，别动，我来，我来。大爷，大爷，以后啊少抽点烟，啊，要抽也别抽那个旱烟了，呛肺子。来，我把过滤嘴啊都给你带来了。以后呢，我就不能来看你来了。嗯，你到哪里去啊，小军？我这不工作期限满了吗？我得回老家呀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啊就让我弟弟来照顾你。啊，有什么活你就让他干，这是我弟弟小兵。爷爷，嗯，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孙子就行，叫我小兵就行。走，我请你吃顿饭。班长，这顿饭啊，我请。给你送行。不用，你班长再小气，这点钱还是有的。啊，哎，班长，你照顾高爷爷有多久了？五年多。五年多了。老爷子无儿无女，虽然有这国家给的养老金，也没个人陪个说说话呀，也没个人看看。哎，我就心想，也就过去帮把手，陪他唠唠嗑。班长，我以前……哎呀，来，干一个，这杯我敬你。就冲你今天愿意当我的弟弟钟小兵。我明天就走了。明天？不是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安置费都下来了，家里又急着用钱，我这早走一天晚走一天不都一样吗？班长，你真的想好全放弃了？哎呀，我这12年青春换的一切啊！不要了，全都不要了。家里条件好，我知道，你爸有钱。我这12年换来的东西，工作、户口、房子，你一出生就有。你爸呀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可是你们这些城里兵，永远不能明白，这可能是我们农村兵用一辈子才能拼来。
人呐，这一出生就得背负点东西。我这以前就知道，我背负的就是肩上的军章。好好当个兵，争取留在城里，娶个好媳妇儿，把我爸我妈也接到城里来享几天福。可是我现在不说了，来，为你生来就美好的未来，和为我现在就沉痛，以后也会美好的未来，干一杯！周尚，我当新兵那会儿，张连长跟我说过，首先我们是个军人，然后才是个男人，最后才是个普通人。是个男人就得有所担当，穿上军装担军人的事儿，不穿军装担男人的事儿。现在我脱下军装了，我得去当个男人。我走以后，自己好好训练。我盯着你们呢，班长。你放心，班长，保重。行。向左转，向后转，向左转。第二次了啊，第二次，没有第三次啊。枪要天天擦，刀要天天。从今天起，刘董红旗就归咱们班了。好。周尚，你好吗？好久没联系了。医生终于允许我可以动笔写信了。我的身体在一点点的好起来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你终于给我来信了。世界在你眼中总是这么美好。我也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你会好起来，遥想会好起来，小赖班会好起来，我们都会好起来。就像那个叫周尚的混小子也能当成班长一样。同志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大，小雨呢？他执行任务呢。能走吗？能走啊。哦，我请完假了。走吧。走。豆干破解了他爸银行的网关密码，进入了银行内部系统，被网警抓起来了。
关了几天，教育一下，现在放出来了。不过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了。豆官跟他爸一向不和，他爸不得骂死他呀？就是他爸报的警。不过这回没骂他。他爸从小给豆干的压力太大了，让豆干对他爸特别逆反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就那样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觉得他好像得抑郁症了，成天待在家里一个人闷着。所以这次我跟可乐也想带他出来散散心。那怎么可乐看起来情绪也不高啊？可乐他爸的造纸厂也让环保局给封了。可乐说他爸可能要破产，他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一年以后，团里推荐我参加了全军军事技能大比武，拿到奖牌的那一刻，我真恨不得马上能飞回部队，把他捧给我连长。都在呢。连长要走了。什么？连长，好吧，讲两句。我这个瘸子连长一直在骗你。两年前，在一次国防施工当中，我就成了这样。我舍不得离开咱们一线作战部队，就像当时我舍不得我那条腿一样。后来上级首长为了照顾我，给我安排了一个干休所副所长的位置。可是我不敢想，一个整天需要和枪打交道，一个闻着从坦克车里散发出来的柴油味儿才能睡得着觉的人，到了那样的地方，会是个什么样子？于是，我就一再的恳求领导，我恳求他们，让我再多留一年。留在我这个连队，我再带最后一批新兵。后来，上级首长特批了我这个请求。连长，周少，
你是我带过的最想我的病，今天我要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有勇气跨出这个大门，同时又是你们。 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这条路还能继续走下去，也是你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将会比我走得更高更远的我自己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的。 我的兵要走了，有几句话想跟大家交流一下。以前呢，总说。 我们穿上军装，就是一个兵了。可是，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今天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作为一个军人，无论在任何时候。 都要扛得起，要扛得起自己，要扛得起困难，要扛得起责任，要扛得起一切的一切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的肩上永远要扛得起两个字，那就是国家。我都画完了。 哎呦！哎呦！
新年快乐！周尚，你近来好吗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再过一个月就是我俩共同的生日了。我已经跟医生请好假了，到时我们就可以一起过生日了。就约在中山公园见面吧。对了，那天你一定要穿上军装啊。别忘了带上七色小雨伞，好吗？我说周尚，你要是考不上军校啊，都对不起我送你这些书。哎，周尚，我给你买这些书，你可得看啊。看，我记住就行了。你记不住，我教你。记不住也得看。小心！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他的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没有生命危险了，只是说大腿粉碎性骨折，能不能康复现在还不好说。难道他就站不起来了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这一个月最关键，如果恢复不好的话，就很难说了。哎，医生。周尚，你醒了。你醒了。几号了？周尚，离你过生日还有21天呢，只要你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，你的腿肯定能站起来。已经很久没有李慕雪的信息了。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没事，周尚，到时候我们陪你一块儿去。如果你站不起来，我就算是背也把你背过去。周尚，你不能这么消极，我们大家都在这陪着你，都会帮你的。谢谢。我现在接受一切的怜悯和同情。起来，住手！
我不饿。哎呀，你吃点吧。你不能不吃东西啊。哎，安琪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也好几天没见到她了，可能忙着办出国手续吧。我写的短信是吗？周尚，好久没联系了，你好吗？你要多保重，别忘了我们的生日之约啊！我要看看你穿着军装有多帅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饭呢？在呢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行。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周尚，我看见你了。暮雪，你在哪儿？别找了，我看得到你，但是你看不到我。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你说话不算数，没穿军装来，所以我又躲起来不见你。我现在拄着拐，不方便穿军装。那就等你扔下双拐，穿上军装来见我吧。那一言为定，你也要好好的来见我。一言为定。周尚，我安琪，安琪，安琪，我能走了？安琪，安琪，我能走了？
团亲。周尚，加油！暮雪，我能走了，我可以自己走了。我是不想看到你因为没有林暮雪的消息而消沉。就在全市所有能治白血病的医院一家一家的找，可是当我找到林暮雪时，她已经病得很重了。临走前，暮雪跟我说，去公园，周尚在那儿，穿着军装等着我。周尚，我看到你了。暮雪，你在哪儿？别找了，我能看到你，可你看不到我。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不出来见我？你说话不算数，没有穿军装来，所以我也躲起来不见你。我现在拄着拐，不方便穿军装。那就等你扔下双拐，穿上军装来见我吧。那一言为定，你也要好好的来见我。一言为定。Thank you.
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同学，军校毕业以后，我选择了去内蒙古边境线上的一座哨所。现在，我把每个月的工资寄回家里，供我妹妹上学。她学习很好，像你一样。等一下，稍息。大道理我不会讲，但是我要说两句。部队不是大区落榜生和后进生的改造员，更不是托儿所。父母把你们送到部队，希望你们好好锻炼锻炼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部队不是让你们来锻炼的。来到部队，穿上军装，你们就是一名军人，军人就要扛得起，扛得起自己，扛得起理想，扛得起责任。因为我们的肩膀上始终都扛着两个字，国家。